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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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经典其实很殊胜啊哈，都是在受记哈。那其实同学在看这个受记的时候啊哈，可以呼应那个前面那个宝珠玉啊哈，那个譬喻啊哈。那后面一定会讲到就是。他是就是说那个受记的范围会越来越宽广的哦，所以同学也不要想说哈，就是这些那个佛的弟子哈、哦、在被受记而已哈、哦、那其实每一位在听讲的大众其实也都在被受记、哦、啊，只是我们说一般的众生呢执着性就是要有名字哈、哦、要有我的名字啊好、哦、那你同学要知道，如果本身呢，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是谁在受记啊？谁在被受记呢？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同学不要把那个相哈，都着在。当然啦，我们知道那个佛国净土的相非常的庄严，哦，非常非常的庄严。哦，那可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着。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着相的话，它这个数量或者它的一个宽广度其实没有，对我们来讲没有自爱性、哦、啊，那因为我们一般大众呢、哦、就是做众生做习惯了，那思维呢就有数有量，也就是都有那个数量，所以看到有些东西呢、哦、我们就觉得哇怎么宽广成这样、哦、啊，都不可思议，没办法想象、哦、那可是佛经里面其实相呼应，其实这个相也相呼应那个佛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理来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时候，我们对相如果不执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宽广 啊，如果我们执相的话有数有量，这样的一个那个宽广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正量跟心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就会觉得哇怎么可能，对不对、哦、就产生疑心哦，这就是众生为什么会产生疑心的原因哦，因为众生的思维方式都是这样，数量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没有哈、哦？那当他面对到那个所谓的无量无边或者是不可思议的时候啊，哈、哦，众生就讲嗯，哇，好，那其实我们就看他的一个殊胜性哈、哦，那。不再向上做执着、哦、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些佛呢、哦、这些弟子被受记、哦、那前面呢、哦、我们看到那个富罗那、哦、富罗那他很明显是在讲经说法对不对、哦、在说法上面的一个然后所呈现的一个佛国净土的一个殊胜相，那现在呢同学我们现在看到是阿难呢扮演的角色是护法者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讲说法也必须要有那样护法者哦，这样子其实因缘性的一个和才有办法这样把法给大家流传出去。所以说法者的一个殊胜，跟我们可以看到护法者也是这样，非常的殊胜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阿难的一个佛国净土，他的寿命是这样，祈佛的。寿命是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劫啊！哦，这就知道，我们就知道，其实不是说法者的一个佛国净土的一个殊胜。再来呢，佛受记阿难，其实也是这样相呼应啊，好、哦、相呼应。哦，也是在跟大众讲，其实这样，除了说法者，护法者也是非常的这样殊胜。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哈，这边在那个寒山大师的一个诠释里面有讲到，哦，这里在说呢，阿难多闻啊哈，我们知道就多闻第一嘛哈，因为他跟着佛陀的
哦，到处跑，哈、哦，也就是当佛的侍者，哈、哦，所以他多闻，哦，那持佛法赞呢，哈、哦，那智慧高深，通达自在，哈、哦，那所以果号如之，哈、哦，我们就知道佛国，他的佛果跟他的佛号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如是如是啊，对不对，哈、哦，有他包含他的一个持佛。佛的法藏智慧高深，还有通达自在，哈、哦。那教化呢？20,000,000亿恒河沙菩萨，好、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阿难的那个因缘性也非常非常的殊胜哦。我跟我们一般大众的一个，如果我们还在用人的思维要思维佛的国净土，那就困难了，对不对？哦，所以看到佛国净土，其实这样，哇，我们会开始，我们还要执着那小小的人生的这些烦恼跟纠结嘛，对不对？好，那个看到这个佛国净土，我们会想到，哇，如果我们的心量跟佛菩萨一样，多好啊，对不对？好，那这样的哪来的这种，我们说大海啊，哈，海如果大的话，哈。那一点点的盐巴也不会觉得咸，对不对？哦，这就是这样哈，哦。所以看到佛，我们很赞叹，哈，很赞叹哦。好，那这都以大法摄化哦，纯一无杂哦，那国民的民常立圣哦，因为护法嘛，对不对？好，哦，那以法的力量呢，都是什么常立圣。哦，那幡呢？哈、哦，则以正法吹谐，有吗？哈、哦，那尊圣如传如庄，哈、哦，然后杰明呢，妙音遍满，哈、哦，同学，为什么还能够妙音遍满？因为他怎样，累生累劫当中也都在护持佛法，对不对？哦，那能够让法音呢，能够这样遍满，哦，所以他的国土当中也是这样，法音遍满啊，哦，这。法因所感，哈、哦，这个都是这样，寿命不可教计啊，哈、哦，法住备之，则法性啊，哈、哦，常住之应也，哦，以持诸佛法藏，哈、哦，所以故诸佛呢，赞其功德，哦，那偈那个诵偈呢，就如文就可知了，哈、哦，那尔时啊，哈、哦。我们可以看到，哈、哦，新发意菩萨8,000人闲坐是念：我等尚不闻啊，诸大菩萨得如是偈，有何因缘而诸声闻得如是觉？哦，还要听到缘由啊，哈、哦，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殊胜的一个这样受记哈、哦、啊？为什么会有这样殊胜的一个因缘呢、啊？哈、哦，所以那个这个就心发意菩萨的一个这样哦问哦问哦好，那尔时呢，世尊知诸菩萨是心思所念哈、哦，而告之曰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闲坐是念哦，闲坐是念有没有问？有没有约？有没有说？没有说，没有说。可是呢，佛知道众生的心在想什么哦，所以这样告知啊，好、哦、告知曰：好、哦，诸善男子啊，我与阿难等啊，与空王佛所，好、哦，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同学可以发现，他跟阿难还是诚心这样。共为同学，哦，一起在空王佛所，哦，那同时发心，哦，发那个成佛的心，哦，阿难呢，常要多闻啊，哈、哦，我常勤精进，哦，阿难还在多闻当中，可是怎样，没有再进一步在怎样自修上面，哦，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释迦牟尼佛是这样，闻了以后就这样。精进哦，所以是故呢，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难护持我法，哦，亦护将来诸佛法藏，有没有护持嘛？
哦，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啊，为什么富罗那的那个佛国净土这样的一个殊胜啊？为什么阿难他能够寿命无穷？有吗？哦，佛就特地把这两个弟子的佛国净土有没有特别讲得非常的殊胜哦，非常的就是特殊讲出来哦。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在说法，一个在他护持佛法哦，所以都有他的一个这样因缘性跟重要性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哦，法性无量，故呢寿命无穷。哦，能够护持法藏，那法性就这样无量啊。哦，能够把这些法能够这样通通这样流传下来哦，所以寿命无穷啊。哦，因为法能够让护法能够让法流传，那众生的慧命这样就能够这样。能够维持啊，对不对？好，那众生慧命，我们就想说，你的发心啊，有没有法界就还于你什么？哦，当众生的一个慧命啊，能够怎样无限的流传，就是能够无量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阿难的一个佛国净土呈现也是这样，寿命无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成就菩萨故啊。国无二圣哦，他的国当中就没有所谓的声闻缘觉了哦，所以其本愿呐、啊、如此，故国亦如之啊。好、哦，诸弟子啊，读满此啊，阿难特异于众哦，这就是盖众于怎样此法之功也，有没有？哦，一个在讲经说法当中这样。哦，很殊胜哦，一个在护持上面也很殊胜哦，所以这两个他特别的这样，把它给这样讲得特别详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难啊，命于佛前啊，自闻受记及国土的庄严啊，所愿具足，心大欢喜，得为成有哦。大家想看看，如果是我们被受记，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哦，所愿具足啊，心大欢喜，得为成有哦。那即时意念过去无量千万亿诸佛法藏啊，通达无碍，如今所闻啊，亦是本愿。好、哦，同学有没有？好、哦，开始意念起。他在过去当中无量千万亿佛所听的这些法藏啊，哦，都怎样能够怎样通达无碍呀、啊？哦，那这个好像就是当他被受记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也很所有的这样总持意念，好像这样被开启了，对不对？哦，所以之前所有佛所讲的这些佛法藏啊。哦，都能够这样通达无碍。如今所闻呐、啊，哈、哦，也亦是这样本愿。他的本愿到底是什么？同学啊，好，我们知道他阿难也是这样，到现在还没有证到这样声闻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知道他自己的本愿其实还是在这样成佛上，哦，只是说在这辈子的因缘性，哦，那示现声闻而已呀、啊。哦，所以意识这样本愿哦。那世尊甚稀有啊，令我念过去啊，无量诸佛法，如今日所闻啊，我今复无复已呀、啊，安住于佛道，方便为是者护持诸佛法。哦，所以同学啊，不要说，哎，为什么阿难要为是者？哦，其实这样。逝者是最好护持佛法的，对不对？好，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扮演的一个角色啊，对不对？好，在法的一个增进跟增长上，好，那有些人在说法上，那有些人在讲护持上，那各有他的一个怎样发挥处啊。好，那阿难因闻佛偈啊，又续习因啊，即能够意念起过去无量诸佛法藏，亦是本愿。
那亦如呢，善财于弥勒佛阁前啊，闻这个弹指之声啊，顿见阁中啊无量诸佛境界。哦，我们知道三才童子去参诸那个很多善知识嘛，哦，那他在弥勒那个楼阁那边，人家听闻到这样弹指的声音，哦，那刹那间呢就可以看到阁中啊无量诸佛的境界，哦，那所有的佛呢都这样现在眼前给他看，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都很殊胜，对不对？哦，佛经里面这些佛菩萨们啊，哦，在修行的过程啊，哦，其实都有他的一个下功夫处啊，哦，那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哦。那所以是知呢，诸佛法藏啊，乃阿难啊，哈，归格中物哦。你看，所以这个东西就好像是诸佛的法藏，就好像是怎样阿难的一个日常啊，哈，就好像就是房间里的一个东西呀，哈，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啊，哦。那偈言啊，方便为识者，哦，正为是本愿，哦，则不可与诸毁师庆啊，哦，德者同与日语，哦，然后偈呢，亦重矣矣呀，哦，那阿难的树因呐，哦，如此，哦，那任摩登伽，哦，我们知道摩登伽女，哦，那个就是阿难好像被那个，就是被那个。奴隶之女啊，哈，奴隶之女，哈，他们那个有分成阶级嘛，哈，那那个女众呢，哈，就很爱上了那个阿难，哈，然后就用种种的方法，哦，那阿难就差一点那个就是破戒，哦，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哈，其实这边讲的是这样，既然呐，哈，这些。那个佛的法藏都在，好像是阿难的一个怎样闺阁中物而已哈。那怎么会在楞严的摩登的这件事上面呢？哦，能会这样破戒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示现而已，哦，告诉大众啊，哈，对于这种淫欲的部分，必须要这样谨慎，哦，必须要谨慎，哦，那也是一种什么示现而已啊。哦，那你如果在法上哈，那又落入到这个淫欲当中的时候啊，哈，那个就是这样，又那个就跟那个离佛越远，对不对？哦，所以阿难是慈悲示现这样的一个事件，提起大众的一个这样谨慎，哦，不然在那个欲界的众生忙的都是这些事啊，哦，所以。阿难其实很慈悲哦，示现这样的一件事哈，哦，啊，也引起也让就是佛开始讲一部经嘛，对不对？好，哦，让这个经典《楞严经》能够这样流传下来。哦，那另外呢，就是讲示现，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这种就是五欲的部分，必须要这样谨慎啊，哦，不然的话，一时这个。这个身又是这样，不晓得又轮回到哪里去了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尔时啊，佛告罗侯罗啊，如于来世啊，当得作佛。哦，再来受记完阿难，好，哦，就为这个罗侯罗受记了。好，哦，那罗侯罗的那个佛号呢？号道七宝花如来。好，哦，同学看到佛号，哦，当师父在念的时候，哦，我们也可以这样跟着念。好，哦，这其实当我们在念的时候，就跟这尊佛这样结了善缘了。哦，同学不要小看念佛号啊！哦，像药师七佛里面就讲到，他念他的佛号。哦，那未来呢？哦，如果还有，就是说偏离正道，哦。那个七佛的一个愿力里面，就有能够把这些偏离正道的众生们，再这样让他回到这样修行的正道上，哦，才不会不小心又往哪里去了，对不对？哦，
好，这其实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啊，吼，那个勤加爱护，吼。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这边就是啊，到七宝花如来，哦，那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呐，哈，当供养十世界为臣等数的诸佛菩萨，哇，同学有没有看到？哦，十世界的为臣等诸佛的是如来呀。这个数量有没有办法评估啊？很难啊，吼，对啊。然后常为呢，诸佛做长子哈，你看每一个那个都有他的特色，有没有哈？富罗那是说法，阿难是护持，那罗侯罗比较特殊哈，他是这样，都是诸佛的长子哈。就好像这样，犹如今，就好像现在也是这样，释迦牟尼佛的长子嘛，对不对？哈、哦，所以是到七宝花佛呢，国土庄严，寿命结束，所化弟子正法相法，亦如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无异呀、啊。哦，一样都那个所化的这些弟子，一样都跟那个佛一样的这样庄严呐、啊。哦，所以。意为讲持佛而作长子哦，也是这一尊佛的一个长子。那过世以后呢，哈、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尔时呢，世尊欲从宣此意哦，而说偈言啊，我为太子时啊，罗侯为长子，我今成佛道，受法为法子，于未来世中啊，见无量的一个无量亿佛啊。皆为其长子，一心这样求佛道哦。那罗侯罗密行哈、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密行的部分哦。这个密行呢，哈、哦，所讲的是哈、哦，我们可以看到持戒的密行哈、哦，三千威仪啊，八万的戏恨啊。众大众不知啊，哈，唯我知之能行，哦，所以就称为密，哦，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佛在讲经说法当中是这样，很透明、很公开的，对不对？那可是呢，哈，这种很多很维系的东西呢，哦，是这样，大众不知道的，哦，就算讲了也不知道，啊，那唯有那个佛能知啊，哦，所以讲称为密。哦，那即以罗侯罗呢为弟子中的密行第一啊，好、哦、像以天台来讲啊，哈、哦，那密行也有大小乘之意啊，维系的护持呢为密行啊，哈、哦，那个小乘之意，哦、维系的护持就是维系到一个就是那种持戒律啊，哦、那很多东西维系到很多那个系那个我们所不能够知道像。有些人他会有所谓的神通，对不对？哦，那很维系的东西他都能够觉知，那觉知以后他讲护持，哦，所以维系到这样的就称为密行，甚至于他在做，一般大众都看不懂啊，对不对？哦，同学想看看啊，那个罗侯罗是因为他有他的一个这样哦，我们说的所谓的那个神通力。哦，所以他的很多的那个护持是这样很维系的，哦，那法华之意呢？哈、哦，彼原为法身之菩萨，好、哦，那住圆顿之这样妙界，哦，同学可以发现他是菩萨，哦，那也所持的也是圆顿的妙界，哦，那可是现在呢，现这样声闻声，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哈。哦一般大众在认知当中吼，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小看阿罗汉，有些都是示现来的，菩萨是示现来的，哦，像观世音菩萨就讲啦，你如果需要声闻声得住，他也是现声闻声来给你看啊，对不对？哦，所以是不管现的是什么声，其实呢本身啊，吼，你看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罗侯罗示现的，就是。啊，持的是这样圆顿之妙戒，可是这样
现身纹身。那同学想看看他现身纹身，大家知不知道他原为这样法身的菩萨，而且住于这样圆顿之妙界，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哦，这个只有佛得知而已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称为密行第一的原因就在这边，同学了解了。哦，好。所以啊，这边呢，啊，现身纹身啊，持小圣的一个初戒啊，可是事实上呢，哦，他持的是这样密本地的一个妙戒，哦，也就是圆顿之妙戒。哦，那《法华经人记品》里面有讲到啊，如何罗密行啊，唯我能知之啊。哦，这就又在强调，哦，只有佛能够知道。哦，那是签约啊，罗诃罗密行者啊，小圣亦云啊，罗诃罗密行与法华经有什么差别呢？哦，就是大小的不同啊。哦，那小圣呢，以怎样维系的护持为密。哦，那这个法华当中啊，约其发己机啊，哦，即以机啊，哦，然后来复本。哦，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机门跟本门嘛。哦，那其实以这个当中，这个以我们刚才看到罗诃罗，他是本身持的是怎样圆顿的妙戒，可是他现身纹身表现出来，好像是在持的是什么？持的是那个小圣的戒，哦，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以机门复本嘛，哦，以机门复本门，哦，那这个就叫做密，哦，好，那这个戒心静心戒观中曰啊，哦，圣贤密行啊，内自外于。哦，所谓的密行就是，哎，你看他好像这样，看起来外面外表是很愚痴，可是其实这样内是跟那个就是智慧是相应的。哦，本身是有很有智慧的。哦，同发真操中末曰啊，哦，密行位啊，运己善行啊，不欲彰外。哦，也就是很多东西这样藏于内，哦啊，一般大众看不到，所以称为密行。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哦，那现在我们来看那个罗诃罗密行有没有？哦，唯我能知之啊，现为我长子啊，以示诸众生无量亿千万啊，功德不可数。哦，不可数啊。哦，那安住佛法中啊，以求无上道。哦，他其实是这样安住在大道当中啊。哦，也就是在佛道当中，可是因为众生的一个需要呢，他示现的是在持的是那个声闻，现的是声闻身，持的是怎样，哦，小圣戒。哦，这些都是什么一个度众的一个方便。哦，所以这个就在讲的是罗侯罗得记。哦，那罗侯呢密行第一，哦，今得记，哦，就是受记为家，国号是道七宝花。哦，那所履的微妙行呢，哦，所感。哦，这为佛的长子啊，哦，也能够这样克贺家业。哦，佛的长子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能够贺诞起如来的一个家业。哦，一表呢成佛啊，以行为首。哦，有没有同学有没有看到，哦，要成佛呢行，哦，很重要啊。哦，那其国土寿命啊，哦，眷属法住啊，皆与家阿难等者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显文修师修啊，哦，行本无益啊，会命均等啊，哦，所以果报也是一样。哦，礼仪然也。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然后尔时呢，世尊现学啊，哦，无学人。哦，就是这些，哦，阿罗汉们。哦，有些是已经证的阿罗汉，有些还没证得的。哦，那讲到这边呢，其实都是在调柔到众生的什么心意志啊。哦，一般的像声闻缘声闻当中，他执着于他有一个涅槃可入，那个就是他的一个什么
坚强度，也就是一般的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执着跟坚硬度。那讲到这边呢，奇异柔软的意思是这样，那个执着性就这样去掉了，啊，心就柔软了，所以极然清净啊，一心观佛。佛告阿难啊，如见是学，无学二千人佛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学二学无学这样的两千人啊？那阿难回答：唯然已见啊。那佛开始说啊，阿难啊，是诸人等啊，当供养五十世界为成数的诸佛如来。同学看到没有？这边是五十世界的为成诸佛如来，恭敬尊重护持法藏，末后呢同时于十方国各得成佛。同学有没有看到因缘性同时成佛的？而且呢，这个成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十方国，也就是十方的这些佛国净土各自成佛，但是是怎样同时，那这些都在正等同一号，全部都是一号，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念这个宝相如来的话，其实念的就已经是这样两千尊的一个佛啊，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接同一号，名曰宝相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那寿命一劫，国土庄严，声闻菩萨，正法相法，皆悉同等，那尔时呢，世尊欲重宣此意而作偈言：是二千声闻啊，今与我前往啊，悉皆与受记，未来当成佛。那所供养诸佛如上说的陈述啊，护持其法藏，后当家成正觉。那各于十方国呢，都是俩悉同一名号，具时坐道场，以证这样无上慧。这个他们的特色就是同时啊，同时坐道场啊。那也同时这样证得无上慧哦。那这边国土，这边他的那个佛号皆名为宝相。那国土及众弟子呢，正法及相法，悉等无有异哦。这就是一个平等的哈，平等的一个相啊哈。不管是国土或弟子啊哈，正法或相法哈，这些都是这样，没有差别性啊哈。那贤以诸神通啊，讲度十方众生啊，那明闻普周遍，渐入讲于涅槃哦。好，那这尔时呢，学无学人二千人呐、啊，闻佛受记，欢喜踊跃而说偈言啊，哇，有这个无学有学跟无学这些。两千人得到受记以后非常的欢喜啊，我们看他就开始讲了这首偈子，那他讲的是世尊慧灯明啊，佛的一个智慧就好像灯一样，有没有照亮我们的这样那个黑暗处啊，然后呢我闻这样受记声音啊，闻到这个佛呢替我们受记的这个声音啊，心欢喜充满，如甘露见灌啊，好像是这样灌甘露，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普受呢，有学众记，那此有学众啊，都是这样心学的声闻众啊，那皆思其难啊，并无学者，那一概呢特记，这边全部一样，全部都同样的受记，那这边呢恐众呢见疑呢，所以世尊呢先言奇异柔软，然后极然清净，那因为妙法已见这样无学之境，所以堪当受得记，
那众所未知啊，哈，所以佛告阿难呐、啊，如见二千人否？哦，一位呢，哈，可曾见到此众呢现前领悟之心呐、啊？哈，以此这样示之。哦，这个就是在示现这个这些大众们哈、哦、现前开始这样领悟啊。哦，所以我们知道啊，唯有我们的这样很多的执着性能够放下，才有办法这样。寂然清净啊，才能够堪起大法啊。我们如果很多的执着性啊，我那个在那个学法的过程当中吼，就很这样，还要这样把我相给这样放下哦。所以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起意柔软，其实是在这个当中是这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哦，这样才能够讲所谓的这样寂然清净。当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任何的一相升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念升起的时候，就这样，所有的这样万象就升起了哦。所以在这边在讲的就是这样，众这个大众其实呢，他这样所有执着心都已经这样放下了哦，那心才有办法这样寂然清净啊，哦，没有任何的这样染污了哦。也不会有起很多一些烦恼，哦，那声闻的所执着的这个入涅槃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如果起意柔软，这个坚持点也已经放下了，哦，也不会再坚持，就是哎呀，那个要入涅槃的哈，那这样才有办法堪起家，承担起如来的一个家业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就是以因中护持法藏，哈，所以这个果号就是宝相，啊，那佛法宝藏啊，哈，为智庄严啊，哈，所以寿命结果啊，哈，等皆其同，这个就是因为是这样因同啊，哈，所以果也同啊。哦，所以此二千人啊，相于法中啊，未见行事，哦，那这个一些顾忌啊，哦，也大约不一一啊，哦，那同学要知道啊，哦，如果每个人啊，哈，像那个刚才那个他们会请，就是生出一个念头，哎，为什么这个阿难啊，哈，佛国净土能够这么殊胜啊？为什么能够被受记啊？哈，等等，哦，如果起这样念，然后佛就解释的话，像这个2000人的话，一讲哇，这部经就这样，就嘿，非常的这样，哦，就变成是这2000人又还要再叙述哈，哦。像有些人在读诵这一部经的时候，已经觉得好，经文还蛮丰富的，对不对？哈，哦，那再加上这2000人那个。那个可能又不符合现在大众的一个这样求快啊，哈，然后而且那个又不耐烦的这个心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在这边讲就不一一的说了，哈，就是这大概的说这两，然后也被受记，那他的一个那个受记的一个因缘性或者是那些就没有这样一一的讲了，哈，那。大众也是这样，听闻都非常的这样喜悦。好，那我们第九品宣讲圆满。好，我们现在进到《妙法莲华经》发思品第十。哦，那这一品呢，哈，的来意啊，哈，由前世尊啊管藏一圣，圣身为妙。有没有？我们发现啊，前几品都是在佛都是在赞叹这一圣，哦，也就是佛圣。哦，那也都是在去除这个声闻是众的一个这样执着性。哦，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这样能再讲的，再接下来再讲的有没有？就是这样，能信受者哈，即能够成佛啊哈。所以诸大弟子呢哈，各得受记。然此呢一圣啊，乃是这样众生本具的正因之佛性。哦，这个就是这样。众生本具啊，有没有？哈，本来就具足了。哈，那今这个是讲具足的正因呐。那现在呢，如来方便开示呢，说此妙法以助显这样之原因呐。
哦，那个因还要缘，才有办法什么成果嘛。哦，所以他说这个妙法莲华经是怎样助显众生本具正因佛性的什么哦缘呐、啊？好、哦，把这个缘给它哦圆满了哦啊，所以就能够显出众生本来就具足了，本来就具足佛性哦。好，所以同学重点在这啊。好，这个其实很多佛要讲的是这样，不是一一受记啊。哦，是有些人看到，哎呀，这么多受记啊，因为佛都受记他的弟子啊，未来世的这些众生怎么办？哦，其实佛在受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到前面那个譬喻，其实在受记这些弟子也是在讲为大众受记，哈，等一下会讲到，哦，所以同学千万不要说我呢，我呢，哦，哎，受记那个就佛的这些弟子受记而已啊，我们呢，哦，啊，其实他要显的是这样，众生本具正因之佛性这件事情，无不了悟，哦，乃堪赫赋啊，哦。所以以今呢正喜啊，哈，就知道这个大通之大。我们之前介绍这个大通至胜佛的这样本因呐，啊，哦，那缘缘呢，哈，至今呐，啊，不失，哦，所以直到今日一会之法缘呐，哈，又未讲未来的无尽的种子。所以同学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一会的法缘呐，同学种下的是这样无尽的种子，同学有没有被种下种子啊？有啊，哎呀，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亲临其境，对不对？哦，还，啊，没办法直佛出世，对不对？哈，啊，这样子就错过种种因缘。同学这边的意思怎样？其实这个种子在我们听闻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已经是种下了，哦，并不是说一定要亲历那样的一个怎样这一会啊，哦，那时间空间都是众生的一个想法执着，哦，好，所以凡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有吗？做结论，有没有看到？这很重要啊！所以同学们听闻到？有啊，哦，那乃念一乃至一念随喜啊，哈，也即得这样真那个这样菩提啊。同学有没有在听闻当中升起这样欢喜心啊？哦，所以这一念能够随喜啊，也能够这样就已经这样得到菩提了。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就是以这样法师标品啊。以心为师啊，这故名法师。哦，这个法师就不是那个现在人所认知的这样。哦，我们以心啊，哦，为师啊。哦，像常常都跟大家讲说，很多东西要回归到自身的自心呐，啊，对不对？哦，那很多人就，哎，师傅讲了半天都在讲自己哈，哦，啊，这颗心呐，啊，哦，啊，其实佛法讲的也都是这样啊，哦，不是想向外求啊，对不对？哦，而是怎样回归到我们这一颗心呐，啊，哦，然后才有办法这样，能够在法上面再有更大的增益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在精以怎样法华之增益呐，要托法师以开显，哦，以为将来呀，啊，穷劫之甚远啊，哦。所以佛性的种子啊，要结缘熏啊，哈，这个都是因缘性啊，哈。我们现在其实就在熏习这些佛性的种子，哈。那这个熏习呢，哈，是能够让它这样因缘性，哦，那能够让它这样早点的这样开，就是开花结果啊，哦。所以意在这边就是讲熏有新旧啊，哈。那大通至胜佛这个是为旧熏的哈，那现在呢，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妙法莲华经》为新熏的哈。那法师有五种哈，就是这样随喜读诵、受持、书写、解说哈。
那只要能够一种就能够就叫做什么法师啊。哦，那以此经呢，已有法如来的全身哈，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受持，就是能够被受记的这些弟子们，有些是在随喜，有些是在读诵，有些受持，有些书写，有些解说嘛，对不对？哈，各有各的一个这样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哦，那能够持。哦，就是这样，荷担起如来的一个家业了，哦，所以不管他持的是哪一种，哦，那只要能够持一种，就这样名为法师了，哦，所以当尽是如佛，哦，这是才能够显出这个殊胜的妙法，哦，那殊胜的妙法要假人这样弘法嘛，哦，那所以这样要择时这样佛种不断，哦，那。所以毁谤啊，哈，那个罪很重，哈，所以这个会断佛种性故，哈，所以以见呐，哈，如来出世本怀一周啊，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哈，这个如来的出世本怀已经怎样，已经都怎样圆满了，哈，周全了，对不对，哈，所以开始怎样来受记持品啊。哦，那我们来到经文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所以尔时呢，世尊呢因药王菩萨，哦，告八万大士，哦，药王啊，如见是大众中啊，哦，无量诸佛、龙王、夜叉、伽他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罗侯罗伽、人与非人啊，哈，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必施佛者、求佛道者，哈，如是等类啊，咸于佛前啊，哈，闻妙法莲华经一句一句，哈，乃至于一念随喜者，啊，我皆与受记，当得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所以。受记的只是怎样提出那前面的弟子啊，还有这两千人做代表而已。那现场的呢，如果能够怎样听闻妙法莲华经，只要一记或一句啊，甚至于我们一念当中听到妙法莲华经，哇，心生欢喜，这些呢佛都怎样受记？哦，受记什么？当成佛，哦，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广济八部啊，以示这个平等啊，哈，大慈啊，哈，极显慈经之意，哈，这些八部的弟子们，哈，那前呢，白毫光中所见啊，哈，若诸佛子啊，种种因缘啊，而求佛道，哦，逝者前诸受记啊，哈，就是这样，三圣人。那种种的因缘呢，哈，来求佛道者，哦，又曰呢，诸求三圣人呐，哈，如果有疑悔者啊，哈，佛当怎样除断？未除断，哦，也就是这些佛会讲，都是在除断这些三圣人的疑悔啊，哈，那个就有同学问啊，哈，那妙法莲华经为什么这么大本呢，啊？哈，那我们其实呢，哈，如果佛一开始讲众生皆能成佛，啊，那所有众生都信了，哈，然后也开始这样行的话，佛就不用再讲。好，那讲完呢，哎，又还要如果声闻者，哈，这些声闻的弟子们，哈，那佛只要讲一句。声闻人啊，皆能成佛啊！哦，那讲完这一句呢，弟子皆能信受的话，佛也不用再讲了。哦，那如果呢，佛在讲说，哎，大众皆能成佛，哦，那大众都这样，以此能够信受的话，哦，执心为道场啊，哦，那佛也这样不用再讲了。哦，那会再讲，就是因为众生这样疑问重重。哦，那。不同的众生，又有不同的这样根器跟因缘，所以佛要一一的这样，依众生的一个根器跟因缘这样，
把一些东西给他因缘性给他周全啊，哦，给周全。哦，所以《妙法莲华经》为什么这么大本？这都是众生这样生疑，所以这样佛这样因应众生的疑，然后这样开始解说。哦，所以如果众生能够这样根气都很立根，哦，佛怎么讲就怎么听闻，然后如是听闻，如是信解，如是行的话，哦，那佛就很轻松了，对不对？哦，在说众生皆有佛性，哦，那就好了，对不对？哦，就不用再继续了。哦，所以这个大本就显现出众生的疑心，哦，就还怀疑自己啊，啊，怀疑佛啊，怀疑法，哦，这方面这样也是我们自己要深自这样检讨的啊，对不对？哦，所以佛为什么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讲说执心是道场，哦，你不生一念，然后佛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听，那不是就修行就很快嘛，对不对？哦，那可是众生的根气就是啊，听是一回事，然后呢内心里面呢，哦，自己的内化，哦，又是一回事。哦，所以最好的就是这样，我们就这样佛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听。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追其习因啊，这些都是大通智胜佛的那些种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然慈悲，佛出世皆为护法，则闻法因缘业已熟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习性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哦，不是这辈子这样，都是这样，累生累劫都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有些众生他呈现的根气是这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样，他不是这辈子才这样，都是累生累劫都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他讲的啊，这个在能够在佛出现在佛的面前，然后能够示现求三圣者，哦，这都是这样，哦，大同智胜佛那时候一定有弟子也讲《妙法莲华经》，对不对？哦，那在大同智胜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在底下怎样起疑心的众生，哦，那既然起疑心了，就变成怎样又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边讲，求三圣。哦，所以这个贴经文法这习因已经怎样能够推到最前面的怎样大同智胜佛的这个部分了。哦，所以佛出世皆为护法。哦，那文法呢，哦，的业缘业已熟啊。哦，所以现在啊，哦，就是这样妙法一记一句乃至一念能够随喜者啊，哦，皆与受记当得菩提。哦，看到这边同学会不会想到那个六祖坛经里面的剑跟盾的问题。哦，就是曾经有人问啊，哦，那神秀跟那个慧能啊，哦，哪一个比较厉害，哦，一个是这样，哦，一个是要是就是说 一切都是有嘛，对不对？哦，那所以要勤勤实服侍啊，哈，然后莫使惹尘埃，对不对？还有个尘埃，要么这样服侍嘛，哈。那你另外一个是都非，哈，本无数啦，哈。然后明镜亦非台啊，对不对？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啊，那我们如果看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可能就累生累劫当中，人家已经怎样，都已经准备起来了啊。一个就是怎样，哦，还在这个时候。都有听闻，可是怎样？可能在累生累劫当中还要起一些小疑心，哦，那现在会有这样的疑问，哦，可是我们看到有学跟无学同时受记2000人通通讲能够成佛来讲的话，同学哪有所谓的先后啊，对不对？哦，所以很多东西不要用一时的一个相就想要判断。哦，最近就听到一个人在讲，他说师父啊，哦，他现在看到有些人啊，哦，他往生啊，哦，往生的相有些是很辛苦啊，有些是很安然，
哦，然后他就开始说，哎，他就在开始探究原因，因为他希望他自己往生的时候很安然，所以他要去探究那个因。哦，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就说他觉得呢，哈，就往生的那个人呐，哈，如果能够现安然的话，就是这辈子很有修，很有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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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其实能不能只看这辈子啊？哦，佛法当中啊，如果你很多东西只看这辈子的相。哦，我就跟他讲啊，你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哈，其实呢，我们也不是佛，以佛来讲，他可以把你累生累劫的因缘性讲得清清楚楚，这样佛才有办法去做个评断，你的往生安然或不安然，哦，这才是一个下一个怎样有办法下一个结论，啊，如果以我们来看的话，只看到的是这辈子啊，哦，你如何能够下结论，对不对哈？那。其实也不用去看，就是往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该做该修习佛法，我们就好好的修习。哦，那跟法能够这样熏习久了，自然而然，我们生生世世都与法这样有缘呐、啊，对不对？哦，这个比较重要啊。哦，啊，你一直在看那个当前的这个总执着在那个往生相，要安然，要庄严。啊，其实有些说不定也是菩萨示现来的啦，对不对？哈、哦，示现那样的一个，有时候示现一些那一种就是意外啊，或怎样，哦，那他也是警惕有些人开车要小心啊，什么要谨慎啊之类的啊，对不对？哈、哦，所以不要去用向着来这样解释那个法的部分，哦，那这个就是落入到自己的一个。自己想一套的一个范畴里了，哦，所以我们在看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量会这样拉长很多，哦，不会很多东西就用这样现钱的这样进去记，哦，啊，就说这个人怎样，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学佛过程当中比较怕，就是以后他只要看到一个生活，就是可能往生。状态比较不好的，他就会开始说这个人就是怎样做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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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是是不是这辈子呢？那很难讲啊，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众生一个执着心，看到这个相，就自己有一套想法产生了。哦，那这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其实这样要谨慎啊，哦，谨慎。好，所以在法。哦，我们看到这么宽广的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就不会再用这辈子的这个相来讲着，哦，来着，哦，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心量能够更加的宽广哦。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皆当受记哈，都能够成佛，这个才是平等佛慧哦。所以现在现前一一受记哈，法妙法之圣意啊，哦，这边就特地告这药王菩萨，哦，这就是往生舍执啊。好，我们刚才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好，刚才说的有没有？在开始心生柔软的有没有？哦，开始柔软就代表怎样？我们的坚固的那个地方已经怎样？不再坚持了，不再执着下去了。哦，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声闻众，不再这样执着于这样入涅槃了。哦，我空他们正道，可是这样还有个法执在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这样妄生，而且能够这样摄之啊。哦，那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都是在做这些事情啊。哦，所以能够妙趣此法，能持者啊，哈，都是讲极为持经之师表也啊，哈。所以佛告药王啊，又如来灭度之后，同学，你看我们前面讲到啊，哈，听闻佛讲经说法，就是这样，就是受记啦。哦，那有人说，哎，那如果怎样，没有办法听闻佛讲怎么办？同学啊，法有流传下来，就是怎样，我们能够怎样，没能也能够怎样被收集了。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怎样，在听闻当中，大众都被收集了。哦，这就是很殊胜呐、啊。哦，所以同学，我们就说，你不要用相去解，
哦，前面一般执着于声闻相，所以这样佛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告诉这些声闻众人不要执着那个声闻相啊。哦，那再来呢，又有人执着于一定要执佛出世，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佛出世，那先把这些弟子怎样受集。那现在又在破众生对这样一佛事的一个看法，哦，所以这边告诉大家的是这样：佛告药王，又如来灭度后，若有人闻听闻讲《妙法莲华经》，哦，乃至一句一句，同学听得不止一句了，对不对？啊，那一念随喜者，哦，我们听到哪一段当中啊？那个经文看，你看，例如说看到阿难呐，看到富罗那，被受记的那个殊胜相啊，然后内心讲心生欢喜，哦，一念随喜者，佛意怎样与受记怎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哦，所以大众皆在此记当中了，哦。所以此全记呀，未来持法之人呐，如来灭后，此法在世啊，就是这样法身常住。所以同学，什么叫法身？有没有？一般大众有时候就说，这尊佛的法身，那是因为我们大众有个别想，这尊佛、那尊佛、那尊佛啊，每尊佛都有每尊佛的法身。如果我们这边看到是这样，法在世，法身常住，所以这样。没有这样的了别性啊，哪有一尊一尊又一尊，对不对？一切都是这样法身常住啊，哦，所以我们又破了一个这样佛这样个别相哦，这个是这一尊佛，那个是那一尊佛，然后这样有个别不同的那个佛的法身，有没有？这边告诉你也是这样，法在世，法身就这样常住。哦，所以若闻呢，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随喜者啊，已有这样成佛的真种。哦，那如人食少金刚啊，中进啊，透皮而出啊，无不成佛之理。哦，好，就好像有人吃到人家少的金刚了，那这个。最后怎样破皮而出啊？那一样我们听闻了这就算是，听闻了这个《妙法莲华经》，然后只能够怎样，当中只听闻一句能够随喜，或者是只听了一小部分这边怎样能够怎样破皮而出，这意思就这样无不成佛啊。所以故意为怎样受记啊？所以。但言随喜，下正是有六种的法事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若复有人呢，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莲华经》，有没有看到？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是这样受持，《妙法莲华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受持，像那个我们知道后面还有所谓的普门品啊，那最近就。在其他地方叫讲普门品，普门品其实也很殊胜，他在现在的这个大众啊，心都很不安稳，最近就有人说，哎呀，他常常都听到很多的车祸，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车祸的产生？就是现在的人心很浮动，那大家都不耐烦，那常常就是这样，应该要等不等，就这样冲，就往前一直冲，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这样那些道路上的这些种种的伤害啊，那就这样，其实这样能够受持那普门品就很好啊，对不对？能够免掉很多很多的灾难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有人受持，有没有？那《妙法莲华经》里面很多的那个经文当中，也是有讲到这样如何去持嘛，对不对？如何做那还有再来呢是读诵，读诵也很重要啊，那再来解说，解说《妙法莲华经》，那再来也可以讲书写，乃至一偈呀，于此经卷呐，尽是如佛啊，
就这样子对这个经卷啊，齁，同学，所以看到《妙法莲华经》啊，同学要这样，不要认为这就是一本经书啊，齁，这是一本书而已，要把它当作这样，如佛亲自啊，齁，我们常常都认为以相来着，齁，这就是一本经书啊，齁，其实它是这样，就还是佛啊，齁。所以能够怎样对《妙法莲华经》也要讲如佛这样的一个恭敬，哦，种种的供养，哦，有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珍盖，哦，船帆，哦，还有这些衣服、器乐，哦，乃至于合掌恭敬啊，药丸啊，当知是诸人等啊，以诚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啊，好所啊，好成就大愿，悯众生故啊，生持人间。好，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就是不管受持、读诵、解说或书写《妙法莲华经》，其实都已经在这样，都已经成供养十万亿佛了啊！而且怎样，于诸佛所啊，好，都已经讲成就大愿了，哈，这些都是讲悯众生故，然后来这个人间当中这样示现的，哈，示现的。那药丸呢？若有人问啊，何等的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啊？哦，因是，是诸人等啊，于未来世啊必得作佛。哦，这样的人都能够这样成佛啊，哈。所以这是六种的法师，就是持经之人。哦，那这六种持经的人呢，哈，能敬，哦，有没有恭敬？哦，所以我们就说啊，哈，你如果心能够产生敬意，哦，那为什么我们心会有些会产生轻慢，会产生疑心？哦，同学不要小看这一心呐，啊，哦，所升起的这一心，这一心就是累生累劫了。同学了解这意思吗？有没有能尽此，有没有升起一念的恭敬心而能够供养恭敬者，这一个人已经怎样曾经供养多佛，而且怎样束缚深厚。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一念，这一念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累生累劫的一个成就了。好，所以成就大愿而来。若有人问啊，何等众生啊，于未来世当得作佛？我应是啊，是诸人等必当作佛啊，哈。所以这边天台就判这六种法师啊为五品光行位啊，哈，给予这个随喜啊，哈，妙法为讲成佛的真种哦。所以必当作佛啊，哈。所以即因为啊，哈，修多罗啊，哈，经有观照恶门啊，哈，是妙方便，哈，故于呢能此于此经呢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哦，这些都是这样观照方便之力啊，哈，所以五品观行，这个五品就是所谓的一是随喜，二读诵，三说法，哈，四是兼行六度，五是这样正行六度。好，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兼行，什么叫做正行。哦，那所谓的兼行六度品呢，哦，就是六度者呢，哦，就是我们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哦，那前观呢，心啊，哦，虽熟，可是怎样未还涉世，也就在世间法这个师地上面还没有这样。哦，也没有办法圆满，哦，那今正观烧敏啊，哦，旁兼利物，哦，所以福德利故啊，哦，倍增观心啊，哦，这就名为这样兼行六度啊，哦，所以经云啊，况复有人啊能持此经啊兼行布施，有没有，哦，不以布施为正行，而是这样兼行，哦，兼行，哦，这就叫做兼行什么六度品，哦，那正行六度品呢，就这样，这位这样圆观烧手啊，哈，然后四理将融，哈，也就是理事已经这样将要无碍了，哈，
那个理跟事啊，一般大众都没有办法这样圆融嘛。哦，我们看到佛经里面所讲的佛的境界，同学有没有办法在世间法当中施行出来？没办法嘛，我们觉得理是理，事是事嘛，没有办法这样把理事这样能够融合，能够这样圆满，对不对？哦，我们看到佛的一个受戒，哇，好殊胜，好殊胜。可是我们在世间法当中都是这样一大堆的烦恼啊。可是你不知道，其实这些烦恼也是这样，也是菩提啊。哦，因为我们众生用相去解，所以这样事是事，理是理。哦，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啊，对不对？哦，所以没有办法这样事理相融啊，唯有你自己能够证到所谓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时候，事理这样相融。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同学想看看，如果无我相的话，是谁在烦恼？哦，那因为有我相，所以世间法当中我们很烦恼嘛，对不对？所以理是理，事是事啊。可是当我们怎样已经修的，就是修行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时候，这个理事跟理就没有任何自爱性了。哦，所以这个还是所谓的理事无爱，这个其实是在修行上的一个境界。哦，当你能够修到跟佛菩萨一样的智慧的时候，那个理跟事之间其实是没有差别性的。那众生呢，因为这样很多的想法，我们说用众生的想法去想，所以有很有自爱性啊。哦，所以一般大众在看佛经的时候，有一时候常常起的疑问是怎么可能，哦，啊，怎么做得到，对不对？哦，这就是事跟理当中这样还没有办法圆满，哦，都还事是事，理是理。哦，然后所以这样摄事啊，哦，不妨碍理。哦，这个如果能够正行六度的话，如果兼行六度是这样，还没有摄事啊，好，哦，前观心很熟了，可是这样还没有摄事。那正行的话呢，在理不隔于事，也就是理跟事之间这样没有自爱性的。哦，那自行化他事理具足，哦，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这样人我之分。哦，那我这个才有办法这样事跟理就能够具足，能够这样圆融无碍。哦，所以观心无碍啊，转胜于前啊。哦，这就是这样能够这样所谓的这样正行六度品。哦，所以经云啊，若人读诵为人演说啊，哦，那复能够这样亲近持戒。哦，是也。哦，所以读诵以后就能够行，就能够这样，我们刚才说的如是怎样，如是听闻，如是信解，然后如是行，对不对？哦，一般大众都如是听闻，然后怎样自己想，哦，啊，自己想完以后又怎样自己做一套，对不对？哦，所以这边讲到这样正行六度品，应该这样人读诵为他人说，就能够这样亲近的持戒。哦，这样就叫做正行。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言随喜者啊，闻呢，哦，就是随喜合法。好，那如果听闻是讲随喜合法呢，就回答是妙法。好，那妙法者就是我们这颗心啊。哦，同学，我们会一般大众又开始起了别心，法是法，是心是心啊，对不对？哦，这边告诉你法妙法就是我们这颗心啊。哦，即此心啊。哦，那妙心体啊，哦，具如如那个如意珠啊，哦，就像很像我们那个譬喻当中的如意珠一样，心还有佛还有众生，其实这样三无差别。哦，这个心就是这样即空即假即中。哦，那常净无相。哦，我们说到其实所谓的实相就是无相嘛。哦，那常缘无缘，常智无缘。哦，这一般大众都是这样，哦，且待因缘啊，且待因缘，有没有？哦，种种因缘啊。哦，那常智其实这样无缘啊。哦，无缘而缘。哦，无非
就三观，好，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说，其实都是一种视线而已啦，哦，一种视线哈，哦。那不要把很多东西都当拿来用相来解，哦，一切本来就是这样，都是一些视线而已，哈，哦，一些视线，哦，都是为众生的一个需求呈现这个相，哦，这个相也这样不可思啊，不可及啊，所以无相而相，哦，就三谛宛然了，哈，哦。所以，是故呢，这五种法师啊，必得作佛。观行之力呀，哈，就是好像是那个东印度啊，哈，国啊，哈，这国王啊，哈，就请这个27祖灾，哈。今天时间不够，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个27祖灾了，哈。那闻问尊者啊，何不看经啊，哈？那这个尊者就回答啦。贫道啊，哈，出席啊，哈，不涉众缘啊，哈，那入席呢，不拘应界，哈，常转呢，哈，如是经啊，万千亿卷啊，哈，是知啊，持经啊，所种怎样观照慈心，而非寻函数啊，哈，墨子子墨啊，文字啊，为这样文成佛之印啊。所以不是有人说他读了《妙法莲华经》多少遍有没有？好，然后就去问六祖那个慧能大师有没有他的功德性多少，对不对？好，那嘿有没有？如果止于怎样止末文字的话，就怎样偏离怎样成佛之因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也都是一种视线，也都是一种怎样？因缘性的呈现，那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这样一些助缘而已，哦，啊，不是很多东西都拿来那个执着在那个相上，哦，那如果执着在相上，那就有所谓的这样我相了嘛，哦，那唯有我相才有功德力呀，对不对？哈，谁在获功德，谁在做功德，谁在得功德，我嘛。哦，那念念当中都有我，不是就是偏离这样成佛之因了嘛？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无我相的话，出席哪来摄众缘，对不对？如果无我相的话，入席怎么会去居蕴界呢？对不对？哦，所以一切的开始，如果成那个修行的一个源头开始，其实都要这样，从无我相开始。哦，我执其实是这样，在世间一直轮回的很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哦，所以众生我们打七要破的所谓的打七，就是打掉我们七识的一个执着性。哦，七识的一个执着性。哦，那27祖灾的部分，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讲。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好，我们就一起来做回向，啊，大众请合掌，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